大家好啊，咁啊呢条片啊同大家揾到一隻好特别嘅狼琴标啊，咁啊係啊，你冇睇错啊，个标面真係咁大㗎，因为呢呢隻标嘅直径係 47.5mm 啊。咁啊华哥，呢隻狼琴标有咩特色呢？就一制式計時咯，咁最特別咧，佢將副機芯改咗由12小時就改動到24小時咯。係啦，咁啊一目了然啦，即係睇個標盤就可以睇到1至24，即係日夜嘅時間，完全顯示到啦，係朝頭早一夜晚時間嘅，就24小時嘅。顯示嚟嘅 ，OK， 咁亦都係加上一個單的嘅計時錶啦，嚇、啊、單的嘅計時啦 ，OK， 咁啊喺六字位亦都有一個 day 嘅，咁啊依塊面亦都係有象牙色咁嘅面啦，咁啊成隻錶係好大隻噶，47.5mm， 咁啊不過咧就另外有一種味道啦嚇，因為呢啲都唔出噶啦，係啊，即係如果真係中意係收藏嘅，咁呢隻都幾特別，係啊，因為市面上呢啲都冇噶啦，係啦，咁啊，佢亦都係一個舊公價啦，幾年前嘅公價，當時就34,700嘅個公價 ，OK， 咁當然嚟槍錶行啦，就有折扣嘅 ，OK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落嚟利昌錶行啦，睇呢隻24小時顯示嘅 single button chronograph，OK、okay?。示範俾大家睇個計時 ，OK。Start、stop、reset 都係用同樣一粒仔 reset，OK、okay?。係啦，咁啊，今集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